每年一度啦，岁末祝福，最重要的是慈济大天顶每年一次的受赠啊，这都是我们的一大喜事啊！今天大家的分享啊，这让我感动啊！哦，再来，不然这套嘛，比如钱，哎，这套啊，真的呗，都很供暖嘛吧？再来，再来。别人没打过云南，我在那里当了木工呢，也不住批发的。今天呐，缅甸的吴丁敦居士，他在台上啊分享，其实呢，缅甸呐跟慈济结缘呢是在2008年的5月2号，那即是这样的破坏呀，我们赶快请马来西亚人来承担，感恩济源跟苏门，他们呢就领导了一群菩萨呢。先紧急的米粮救助，物资救助，慢慢的体会到了乡下的农民呐，都是穷，每一句要种稻谷都要借，每一回收回来的还债以后呢，只是可以吃饭，没有办法其他的啦。我们就想，就给他们不要再挤债，这个借贷这样的谷米哦，不需要谷种再借。所以我们就发放这样的谷种给他们，还要精神的勉励，还要佛法的传承，也一直呢跟他们敬师以分享啊等等啊。那吴丁敦呢，他就是按照敬师以呢身体力行哦，他不喷农药，他要尊重生命，他都会每一天都这样的绕着他的田，走在田埂里，就开始呢讲好话。奇怪的，他从此开始啊，连连丰收，不需要借谷种，还可以呢有肾啊。那他有爱心，每一期收来的都会捐一些给了慈济，让慈济再帮助其他人。那有一回啊，有了虫害，一米高的稻吃到呢剩下6寸高，还是天天跟他讲好话，那慢慢呢也不可思议啊。等到结穗的时候，他没有再重耕过的，这他的稻穗呢的丰收又比别人好。他过去要租牛来耕田。现在已经他有4条牛，这实在是不简单。而且让我更感动的，他有一亩田，收来的都是给慈济的，而且他自己的家本来是超储，但是呢，
现在啊，常常集中大家来谈瓷器呀，这都是呢善与爱的见证。菩萨们，我们总是呢要相信天地之间呐、诚恳那种的诚意啊，我们要相信法，法真入心呐、我们虔诚的相信，持之以恒，应该呢没有困难呐、这么多年以来呢，他的这一把名呢，我常常都提起来，因为马来西亚去分享竹筒水业，哪怕一个铜板都没有，怎么办呢？就在一把米这一餐呢，比如说四个人本来可以十分饱，拿上了一把米，四个人同样这一锅米呢，也可以吃得饱。那他的饱是八分饱啊，我就提倡啊，八分饱啊，自己健康又可以呢救人好，两分可以救人，就是学了这一把米的精神呐、所以这一把米也是从竹筒碎叶的精神延伸呐、我就把这一把米的精神再延伸的八分饱推到全球去，这都是爱的循环呐、爱的能量没有错，爱的能量不分宗教，不分种族啊，人人都应该要推动。就如教宗呢邀请慈济这样的团体到梵蒂冈去，因为呢今年呐、教宗在教廷他用慈悲啊，是他们今年呢要推广的，希望天下人人呐、都要好好的实行慈悲。那这不就是慈济呢已经50年了慈悲喜舍吗？他还交代说需要慈悲爱推动，在这样的现在的天下呢，灾难偏多，人祸偏多，希望我们大家一同来推动慈悲爱，这都是呢宗教都是方向都一样。教宗他这请慈济人转告我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，总而言之啦，都是一个方向啊。我们的爱的能量呢离开了慈悲爱了，还有什么可为能量呢？我们佛教都是说慈悲，无言大慈，同体大悲啊。我们的慈悲呢是不分种族宗教等等啊，宗教呢是不分，都是不离开呢慈悲与爱、没有错。所以我们大家要共同一心，大家的发心力愿、那受证呢就是慈济的起头，才起步而已呀、这样的道理我们要很清楚，人人心中有个灵山塔，人人要好向自己的灵山塔下修行，这都是
我们人人本来具有的啦。所以各位，修菩萨行只是一个过程，终点呢，那就是觉悟，是成佛啦。人世间苦难无常，我们要如何才能得到了永恒的解脱？那就是要行菩萨道，一直呢到觉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呢也是与佛同等哦，那总是呢智慧解脱，那就是我们的方向了。